备啊，我要马上走了呀。今天晚上嘉欣有英语课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要回去了。老少，我有可乐不？你有没有忙我们的？请你忙心啦。忙什么？人家要回去，等一下嘉欣要上英语课。肚还没安，你要跑回去。没办法。跳舞哦。好脏这个词。脏的叫昨天脏脏。摇起来，航航。摇起来。摇啊。好脏啊，这个词。摇。我就想了。哦，你的屁股，哦，有，胖了，你的屁股要了，这个车，哎呀，走，你来要坐这个车，胖不倒，我这边走，疼啊。哦，要坐是啊，要坐这个车是不是？对。做完作业等下休息的吧。嗯。刚刚上英语课回来啊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同学妈妈雨晴妈妈送你到哪里？送我们到楼下，送我到楼下小门那里啊。那好吧，你做完作业就休息了啊。嗯。啊哇哇啊爸爸，我们要音乐了是没？爸爸。娜娜姐，你看你的脚在车轮子这里，踏板都够不着，你看没有？就是啊。哎呦，还等奶奶抱了不？这一次奶奶回去了。等着奶奶回去喽。你怎么能好久才抱你了？你怎么没空了？往后。哎，不喝不喝不喝，喝不了。哎呀，他，奶奶，你这里有。你这里有，嗯，这样拿，拿来，奶奶给你喝，嗯，八好了，八好了，八好了，来，我拿给你，哎呀，好，你粗这么粗鲁的咯，好，爸。你要叔叔好会带小孩，我看见他。李晨，哎呦呦呦呦！来，来，四号啊，跟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过来，啊，好呀，必须啊，再见。